看你没有解啊，对不对？你要我怎么做？再来一场，刷新环境还是有点有趣。啊，又有一票，没有啦，那是刚买的。猎人，你说猎人？不会骗人。哦，你是不是这个干这好烂哦？这好克我自己哦。干雪人，这也可以啊，这也可以啊。哎，不要再来这个了，搞毛啊！不要心理破坏者、啊。好、哦，法术师，记得有法术师。这三个，这个很屌啊，这个可以配这个啦，然后乒乒乓这样。王牌跟疯狂要谁选？怎么可能？王牌史诗哎、欸、啊，这白卡怎么可能跟这个选？没有，你一定记错了。战马，好强啊！好强啊！滚啊！好强啊！干！这不是翻牌查杀猎吗？哦，假假，我想玩假假哦，可是有这个。西瓜，西瓜可以叫什么啊？没有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哎、欸，哇槽，哇槽！干，可是这是回合结束时，他就没有那么厉害。但以这三张而言，我应该会想玩这个，反正他可以帮我翻野心呼唤出来，翻秘密也好。翻这个有点尴尬而已，好像不行。算了，还是选。干，这好烂，这好烂。哎，可以。哦，不可以。哎、欸，可以，其实这两个都可以。选一次这个好了，没选过。没有啊，爆裂没有限敌人、啊、所以你不小心就会，你怎么这么死？每一张史诗都像哈哈、啊，我怎么满手史诗都是哈哈、啊？这个一回这个，然后就让二回开始看秘密，就这样了。为什么要选八四七？八四七回合结束时才翻呢、欸，会把牌库吃掉，会把牌库吃掉。嗯，四只野兽 ，Flayer 跟这个有点难选。Flayer， 哎、欸，又到了，请问夺食者，你会什么？你会嘲讽吗？会。你会圣盾吗？不会。你会生命陷阱吗？不会。你这小废物。干，抽一张。哦，上厕所。土狼好还是猫好呢？
如果下土狼可以。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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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土狼吧。两个石头这么厉害 ，Play Dead， 睡觉。我什么死神啊？一个吗？这个，不是这个，这个没屁用。好，这个，这个没屁用啊。看，怎么一直叫我触发死神？跟没有死神哦，人少。没有，这没有用，对猎人没有用。除非你末日压完之后下这个，不然这玩意没有用。难啊，你怎么可能长玫瑰？你是个猎人长玫瑰，你也死了啦。除了三回准三回下去。可能还可以，好，不然打打看，好不好？试试看吧。我觉得是不太容易啊。想拿个多重。怎么可能呢？所以你近代是哪打到？我没有打近代，我没有喜有其实好像有喜欢的近代套牌。雷克萨，没完，我明天要去杜拜玩十天了，爽哦！我必须保护大自然。狩猎开始了，干骑手不用丢这个。也不是郊游跟那个概念不是一样的。整个丛林都是我的菜园。来烧吧！你有一次去不是打近代啊？我所有去的都是打现开，不是打近代套牌。没有，全部香港。
北京跟日本全部都是打。好、哦，算你厉害，好不好？啊、哦，好强哦！长大了，打不赢了，唧唧歪歪哦。没事，打不赢掉。我还想怎么办？我还想要抽一个五费，还是下土狼？可是下土狼撞就没什么意义。想想下土狼撞升两只一的比呢？下土狼撞有一个四三啊，两只一一啊，然后盖一个游荡嘛，对不对？五回可以打一加四啊，而且他不能先解一，他一定要先解土狼。我想想。如果下一张是野心呼唤，就代表我没下错了。干上帝视角大师，也不知道，这样他一定要咬跟撞二四啊！而且他还做错一件事情，他二四要先打，因为如果二四打是被冰冻回去，他脸先撞就像个智障。干玩一手，先看这个。哎呦！解嘞，这么好！不太可能，嗯，我没有打近代套牌，我没有近代套牌，我没有组，他没有灰吧？看起来，照他这样打，看起来没有灰的意思。坏了，两个换。他两个换的意思就是叫你不要换，就全打脸。他也试过不是蛇，不是那些嘛，虽然知道是爆炸类的。哎呀，哦，没用，血加不过，先看一下哦，看一张。你看，哦，妈的，这金兵超级便宜。这里被灰有点亏啊！喜欢吗？哎，不会死啊！哦，会死，好死的。Drum。回你妹！要死啊！还有启动，这年头还有启动可以丢，还有两个启动可以丢，干还有两次哎，真厉害！让你体验战马的烂游戏吧！你说加一攻跟他换，可是不行啊，我战马快加不到了、欸，所以我应该是先加吧，待会那个加一攻再说吧。那死啊，台变死啊，他要解掉。我、哦、干，真的是要防背叛欸，幸好我防得很认真。
你还有启动，是不是？谁在说打德鲁伊不防背叛的都下去了？妈的！这手牌太屌了吧，怎么又是德鲁伊？不会，他做完那个，他是那个只有萨德哦，好强哦！那个只有萨满德鲁伊，萨满德鲁伊跟盗贼那个不会有猎人，所以不用防加强啦 ，OK 的啦。同一个人吗？看，不是这个，滚！我不要看这个，不是啊，名字不一样。欸，我美服有 R20，为什么啊？没有，想一下要不要压末日？好像不用。啊、好想要蝎子哦！你看蝎子吃这个多爽，真的。本环境最强传说就给向心大师了。愿先祖保佑。哦，他还是敲哎、欸，干这么勇敢，行不行啊？我靠，怎么这么厉害？先射两点硬币，再射两点，呵呵 ，DPS 爆高。没时间了。也没有人这样打。完工了。我的每一张叫出来，怎么都像垃圾？先射两点硬币，再射两点。这样太花式了吧，我觉得。小心！但我想要这个，然后五回就直接开。这样好，我觉得这样好，而且这样子可以让我这玩意儿剩三费。没有，不会这个接这个啦。虽然我们刚刚讲这个接这个，干这玩意儿烂透了啦，妈一定是接这个啦，接这个屌爆啦。该怎么做呢？我为什么要下宠？这玩意儿三费。反正我现在先卡他，我下这个、啊，这个比这个强吧。三个三三跟一个五五，三个三三应该比较强。好啦，这可以免费一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贡献，你加赛。而且下这个可以加速下这个、啊，说不定等一下换一换还是可以这个加这个、啊，不要比较好。就几百，妖不见喽！
有没有办法防？有办法防？你总不会选加，你总不会智障选加二加二吧？你看，一切都跟我们想的一模一样。下一回合战马骑起来，直接干爆他。天谴军团会吞噬一切。为着我自己。但又是战马龙人团，加里面那个最好啊，加那个死的。我跟你讲，这个打法不满，好吧，大家不要在意。大家不要在意，我们是为了场攻。应该是没有错啦，这样打才赢啦。我要是补那个，我只能按天刃技，太小了吧！而且我补了，还是会被换掉啊。虽然我多打了五点，雷克萨，对，随便啊。你的灵魂属于我，狩猎开始了。哦、完了，这洗手有点烂。哇！还是要当个小废物了。泄露精兵，不该那样出的。哎，完工了。哦，幻光逐梦嘛。那
不解是吧？这两字有差吗？假设回首，比活着的时候还好。哎呦，老实！解码的。就是你那个手下才能攻击。我现在要设定一个九回要打赢的状况，所以我九回只能输出五点伤害，所以我还有十三点要打。下一回合预估可以打八点，所以我还有五点要打，所以我要想怎么打这五点伤害。我等一下是不是撞一撞这玩意又零飞下？啊，不是，右边那个家伙有零飞下，右边那个现在是减三嘛？因为我都撞掉是减三。干，真坦这玩意儿！感动吧，感动吧！小心！啊！我们的义务，有话快说。这时候我们要再退一步，就是我七回要怎么打？干，好吧，不按爽缓的可以接受。真麻烦。这里好像要按哦，这里要按天际才能完成我的数学计算式。送你了。看来按不按跟数学计算式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五三四朝风圣盾就那个啊。三次重复圣盾就疯癫机器人不是吗？一模一样啊！比活着的时候还好。
释放我。这种痛苦还要持续多久？还要持续多久？哇！你看，你看！这应该输了到 B 了。嗯，除非这个出个大奖。大剪枝，冒泡泡，好啊！嗯，药水变了，药水。把场面准备好。哦，还可以。哎呦，给一把武器，真意外。我把两个法术石头盖掉了，所以应该我准下三三二一。我想想。送去屠宰场。Okay. 不会的，伤害太慢。打得漂亮，我认输。没有，就孤行抽两个就不好，抽两个独立独行勇士，我还是觉得猎人不太适合，真的是挺不适合的。像那个原本跟什么选啊？好像跟一只大怪，如果是一只大怪的话，说不定可以解决比较多的问题。然后被15卡住太多节奏，15那个是最伤的，非常难解。没有15那边要送掉两只怪，真妈亏爆。剩一下应该没有什么打错的地方。冬木节快乐，勇士。不要解三三八攻击脸，下一手还要再面对一次。节奏不好，我想想，硬币这个差一分，末日压，然后土狼，然后蜀道老大土狼天皮。没，他打错了。这个环境内千万不要手痒多按一只小兵。除非他可能手里也有这个。
干，那我应该硬币下这个，对不对？千万不要手痒多按一个。以前圣骑士庄严守灵会有差，现在是庄严守灵，对，现在是这个会有差。除非他是要跟一个这个，不然那样真的是巨尴尬。我要考虑一下。我要把你剁成肉酱。没有，我要 tempo 下这个吗？这样太奇怪了吧。杀杀杀！最亏是什么？他拿刀跟哦，还好。哎、欸，那我下这个下对了。哇靠！呵呵，没有呜呜就会嘿嘿。喂喂喂，爱叫飞机哈。哎、欸，出来面对。我想想，有病就要吃药。哦，真硬。干，还敢偷，还可以不解无二，这么偷。对啊，还有这个。前来报道。嗯，战马是不是也赢了？我、哦、没有。我想想，
荣耀是我的。战马加六而已，其实没有。可我喜欢加九，刚刚好，要刚刚好才打死。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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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还在那边捡二，干都不知道应该跟你们说什么，放弃。其实打错的地方是应该拿那个一跟一五去换。可是好像也不应该拿那个一跟一五去换，应该要留打点才对，所以应该这样打是对的。选了吧，雷克萨，选了吧，雷克萨，选了吧，狩猎开始了，选了吧，那就来吧。不知道跟你们聊，不知道跟你们聊什么，聊点风花雪月的事情。干这傻小，我是地城守护者。那边刷减二，哇靠！我打了这么慢，我都想了这么久，还打错。我们也是常干这种，我也是常干这种事情。那刷减二猴子啊！因为那个22被造出来就顺便解啊，然后因为那只15会被32解，所以我想了一下，我好像还是保15血量做左边应该是比较好。两人妈猴子，咕咕咕咕哎呀，干！可惜有没有另外一个？这要五费。哎、欸，是五费吗？哦，干，这要六费。哎、欸，说不定四回会解开啊！六费抽一张520，我总之不会先抽到另外一张。我今天还抽孤行有事，我们就站起来转三圈。不会打脸吧？你一定不会打脸。这里跟他换下三四，应该也是不对吧？反正总之就是打脸。核心战术就是打脸。不怕爆炸吗？我打过脸了吗？没有。我将会叫几只？两只狼。这个它可以解掉、啊，它可以拿二一解，然后再用这个去吃那只僵尸。也可以靠这个啦。如果你对自己这么有自信的话，最惨就是射这跟这个、啊，就投胎。完工了，五废土，妈鬼爆！
哎、欸，干嘛？哦，怕爆炸。可以。原本不是要这样做的。哇，又不怕爆炸。哦，他想，他以为是点进去了。可以，可以，可以。哦，谢拉辛，这可以用。我是要怎么打四张？打四张最好会醒。撞三三火沾秘密，没事。等下七回应该是他拿三三撞我啊！不知道，他拿三三撞我五三打开，然后我的人躺下去。接下来我做火沾丝，火沾丝法术时，把他全部一血烧掉。剧本就是这样演了。然后我全部的狼，我全部的狼都会烤，我全部的狼都会有一点熟，我全部的狼都会有一点味道。干啥？为什么这样打？什么意思？干！我自己也要烤熟了，他妈的！今晚上演的是失落。事情快要没了，有你吗？慢，他怎么打了一个我看不懂的战术？哎、欸，讲土狼喽！我想想，怕冰冻不应该点脸啊，不应该点怪不是吗？没有，我现在想不懂我要做什么。土狼这个撞这个这个撞这个撞这个撞不这个撞这个这个撞这个他剩两只一里面蜘蛛是野兽啊这个撞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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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狼不能土狼火山吃啊土狼没用啊土狼养一层可以养两层可以考虑的、啊。觉得这样打不对，可是又说不出哪里怪怪的，好像最简单的方法还是马奇那个花直接灌脸就好了。还是这个，我可以出五张牌吗？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这样十倍。是五六七八，哈哈！二加四，二加四射两个一，然后把烧他一滴，那不是跟现在一样吗？那就下这个比较好、啊。这只怕爆炸嘛，爆炸就给他炸、啊。每个狼的屁股都有点热热的。这样子也会有最多可以骑马的机会啊，所以应该这样比较好吧。打二打一啊，不是，干 ，Frankie，OK，、okay、再 Frankie， 我咬一个，
干，你赶不出来，我不信。等一下，我早点灌一灌他的脸，应该就赢了。哦，这个会被跳过，可是背叛不会。呀呼！有话快说。有身为一个猎人，没有拿萤火，怎么可能开得出花、啊？难了吧？没有，也没有刀山。算是卡尔洛斯，胜利或死亡，狩猎开始了。这二回最好是游荡的怪物，咪咪咪咪咪咪，看好算了。下一手给个游荡怪物带上去，妈的就赢一半。现在竞技场战士还是最烂吗？差不多吧，我觉得还行吧。有没有补一伤啊？跟我想的一样，二回一定没、二回，除非有秘密，不然都没事做。哈哈，你怎么这个时候来啊？你要干嘛、啊？如果地下，如果竞技场出现地下城，那张把对双的牌干走，放在自己的炮牌，会不会出大事啊？所以竞技场不会出现啊。会吗？竞技场为什么会萨满最烂？应该可以啊。大白有最强的劫叉哎！哇，你看，你看！哦，好便宜哦，终于爽到一把了，雏爹。为了大酋长，狙击，干都不起。我欣赏你都不解啊，大家都不要解啊，妈的！给你斩杀的机会，好不好？你要贴斩杀，你那个五爻脸接，妈的！会死在路上。小熟啦，打五回五盾哦，干有可能。哦，很狠心，还可以。
啊，干，解不掉了。可以可以可以。干，嘲讽圣盾爆麻烦。哎呦，哇哇塞，他一定觉得这游戏很不好玩，跟我一样。没有，他如果作战马就不能按天机，就这样。Motherfucker！ 对面的凯不是发现可以拿到猫头鹰，赶紧拿死！哎呦，哇，好棒！那个秘密就更好了，最好是四费的秘密，二费秘密也可以啊，二费三费四费四费五费，血门。哎，好好好，那这样先压这个，二回三回四回五回，末日即将来临，看他会不会手痒按一个。反正这到后面根本就站不上去啊！你就傻逼，就跟你哦哦，起码狼血阿诺啊，他是手里也有这个、哦。现在人怎么这么犯贱呢、啊？就跟你讲不要啊，听不懂。除非他手里也有蠕虫啊，他蠕虫应该费用一样啊，他跟我应该都一样啊，虽然应该也是五回下、啊，那我可以加一血，加一元多一件。我还没准备。可以可以可以。没有，这两只都要送掉。你送一只，它是四，它可以砍。就你正常，你可以打一滴嘛，对不对？可是这样子可以让它只能砍它，然后它可以活着。奉献就。不是奉天就这样吗？我已经做好准备动作了，我又敢更大啦，然后被压回来，那也是野兽哦。还是要期望他下个嘲讽最好挡得住，挡不住人就要走了。抓狼准备出击。
假追踪。离佛，no！ 奉献也要接六点，我觉得差不多啊。他也要先砍这个、欸，死了，no！ 你看，按一个天真计，引发一场血案。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不要手贱按天真机，真的是不要手贱按天真机。按了一个天真机，卢虫找一回合下，找一回合下，卢虫刚好可以解掉他的保镖，解掉他的保镖之后，解掉他的保镖之后，土狼又变得更大，砍了这个土，砍了那个卢虫之后。砍了那个蠕虫之后，那个土狼就已经突破天际了。这故事告诉了什么？就是不要手贱。哎、欸，这样不错，一直接去找咪咪。他妈的，下个末日之后还要他妈手贱按那个？你是除非他手里也有蠕虫啊，他手里也有蠕虫，这样我接受，因为这样多死一只嘛。可他也没有啊，他也不是四回刚好下一个屋，他也不是刚好下一个屋啊。那你这样？我、哦、干，五十一回凶暴鼹鼠，哎，干他妈二回硬币跳贴、啊，咪咪，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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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节奏还在，噔噔噔噔噔噔，真干，终于可以告知把我电爆，但我还只能下，哎、欸，那就下这个。末日即将来临。这打死啊、不对，这还换不掉，呵呵，他还中他还不会死。哎呦！可以可以可以，那这节奏有点危险。谢谢。我想想，我可以202啊，022，其实202跟202都一样，就是拿火杖换掉那只一，强制换掉，扣下三费那一只。我想想，三费那一只他会撞，然后他死生现在换我死生了，这个撞，这个好像比较好。比活着的时候还好。没有换的结果就是我火簪换掉他一啊，就这样。那我盖一个秘密，可以、啊。就是换掉啊，懂吗？换掉，懂吗？哪个字不懂？就是换掉啊！我、哦、干，我到底要怎么样跟你们解释？一闪一闪满地宝。撞这个吧，火沾硬币这个啊，然后烧二，这个死掉，这个死掉，这个剩一，然后这个解掉。你喜欢玩火吗？时间快要没了。完工了，不错不错。没喽，没事。怎么会解左边？那是解了一个二三，一直个二三跟一个一二，你要选哪一个？一个剩二一，一个剩一三，你要选哪一个？
当然是选这样啊。雅虎大剑师，哎、欸，可以，至少把它吃掉。噗噗，那我可以三，我可以开三个大秘宝。那我被捡，敏感点都快捡走。职业挑战视频，你是不是有人持有很久？没有吧？这个是撞的。哦？啊？哪不厉害？想要炸些东西吧？哎，没有人洗，大家都不见了。学牌会学牌库啊，随便啊，学牌库我在下东西嘛，他学牌库他也没事抓剩八滴血，他如果学牌库下一回八回我就变成下一只好兄下一只小兄弟按天机啊，嗯，哪是天天十二胜？没有没有蝎子怎么十二胜？哎，小废物来了，那可以弄一下小废物。几手就要留了，不留他妈看不到。不知道二回秘密可以做，起追踪可以不做，不过竞技场就是追踪就是找法力可以打的这样。啊，谢棉。二回已经是天机啊，二回不会下这个吧？二回啊，加血啊，我就先加血。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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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有个 ID 叫 S 卡 Eva 3310啊？什么烂货？完了，两边干的事情都差不多。干啥？比活着的时候还好。我们都一无所有了。没事。泡泡，先走一张。其实也可以下这个，反正我都没有要动啊，我本来就没有要动啊，那就把它冰起来就好。看我骑的北极特快手，完工了。你总要解吧？你不解，我不解。这游戏不是这样玩的，大家要有点互动。
想想，解半套，决定敲一下。前来报道，写信告诉我，今天你裤子穿几号？妈的，王八蛋，想骗我？干，这样被奉献就没了。反过来解释啊，他是5滴解2滴3滴这个装他奉献，那一样，差一只小兵、啊。前来报道。闪七回三加十八回刷地七吧，充能魔暴龙，成成成成成成，他把抽抽成天生技哎、欸。那如果今天你不一，你除非下一手真的是战马，战马下一回原价也可以打，所以不一定要抽、啊、先下怪吧，因为你待会台要掉啊，他基本就可以换你四级了，随便。看这也可以不接，没有这个也不接的吧？必须赶快行动！两个米头刺吼，那就是差点眼睛抽眼睛。哇！你看，你看，干那下鬼！感动吧！第二下、哦，不打了，换掉这个。如果撞了，他是不是有可能奉献？奉献还好。你付钱，我办事。海面 level 十四滴，你说这秘密好贵，不要盖就不贵啦，对不对？我操！干！干！这闪小。酷毙啊！这玩意儿，我先看一下。哇！你看，你看，有口口可以，哎，不错、哦。对啊，早买也可以啊，早买过不去啊，少不是要找那个啦，找呼唤啊，找呼唤多一个打点刚好全解、啊。我们想说这一回要不要？如果五抽起来不好，我就先盖一个秘密，然后等一下下一回合直接盖爆炸陷阱。如果被全解，台面有可能被解掉了。我等一下下一回合盖爆炸陷阱压那个，这样也可以。干嘛？这样有赚吗？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没有赚，好像感觉可以赢。
五六七八九十，不行。你们这个三中间加一攻吧。有话快说，小心！我刚算好像火山秘密，火山两只撞火山秘密烧一天际全打好像可以，就是你这个加他嘛，就变成这样，这样好像可以，不应该也没差吧？动手！小心！如果我刚刚是火山秘密两只撞火山秘密烧掉嘛，对不对？所以我这里可以全打，这个加一打十。干嘛耗点了，吓我一跳。这个加一打十，然后天真机按二，这个按二，刚好好像可以。动手！不是火山不能打英雄，是因为我头上盖爆炸。火山当然不能打英雄。你说这个加这个、哦，强制烤肉。这个加这个，为什么下？你说夏末日卡他啊，也可以啦。哦，夏末日卡他好像可以。夏末日卡他怕他补血吧，怕他纯补血。对啊，如果他再他丢一个圣光哎、欸，我想想，我看他怎么有这么多瓶。夏末日自己送两个花爱台，我才不相信有这样做，送这个可以啊。加一点毒帽帽。Open。还有鞋跟。必须赶快行动。好急呀、啊！是是是。纵然圣光暗淡，他可以不打，我按天机把你按死。他要烤肉喽，干没啦，结束。人家丢个禁咒，你直接回家，东西收一收回家喽。他刚不是，所以他刚补了一次啦、啊。他打了一次圣疗啊，你怎么知道圣疗会不会抽到禁咒？他圣疗抽了三张牌、欸，他解你两次场抽三张牌啦、啊。人家抽牌了，还嫌人家没抽牌，就几番。对，不是抽了吗？哎，好强哦！起这个三，就先换掉，来个秘密。对啊，抽多了，好吗？啊，圣盾两发、欸，两发圣盾贴，然后抽两次勇士药水，好强哦！来，就这个了，滚！干，真的是这个接这个，没有他不会收养，他没有收养空间，哪了不起痛这一张，对不对？他如果痛这个，我这个是这张就稳了。烤肉喽，啪嚓！孤行得如意。然后再犹豫一下要不要打，就是犹豫一下这要不要打，可以不打也可以吧。自己上小，
不打吧，下这个吧。看我骑的北极特快手。直接觉得坑道蠕虫应该要，如果要砍，要怎么砍了、啊？这回合烂透啊！然后不然就是这回合，如果是这回合，大概六费吧，就跟火焰飞龙差不多。如果不是的话，如果是永久的话，可能要十费开始。拿去啊，穷鬼，给你顶一下，干他顶我泡泡，顶一下，然后奶起来。为什么不打？因为要可以动啊。再一点粘液就好。干，这玩意已经站到游戏结束了。你说我想着他被疯狂药水，所以我想着他被疯狂药水，所以我打，然后冰他偷就不能打了。可以，你这个超越三层的思考应该是可以。我想想，输了。不能先打再下34哦，先打再下34，下一回不能动啊、嗯，就这样。哇，你看，你看，不，少三张牌，好像要输了，看看这个手牌张数差，应该是输。我想想，好厉害！毒！哎呀！想要什么有什么呢，竹爹？小心！打完死了。我刚讲错，没有说是311圣盾毒。干就举报，这里跟大家致歉一下。等一下，没有人是野兽吧？可好？
小心！你回来了。啊，被星空，干随便啊，这被星空随便啊，我觉得这样输可以接受啊。那个龙火被烧没救啊，刚好没有办法解硬币了，我的爆裂跟多重都没有来。我想想，没办法啊，没有解啊，对不对？说不定那个真的打了，然后你给他过，真的还比较好。觉得如果我刚刚真的是让他被冰住的话，干想想结果说不定好多了。先做不用讲的三件事情，先把手牌打完，然后再来做要想的事情。好像还是要解，不解踢脸的话，下一回合，看好像等一下，我的直伤还有什么、啊？剩一个呼唤吗？可以不要解、啊，这个有点难决定。边个受咗伤啊？祖传幸运不是这人家塞给我的，不是祖传幸运币啊！妈的！哎呦喂！干，有龙哎、欸！可以玩了。不是，如果假设我跟他对冠的话，结果会是什么？结果他会把七攻偷走啊，就看手牌嘛。对不对？结果他会把七点攻击力偷走，然后把我那一只免费解掉，所以我解是对的，但是我看起来就是我解也不会赢了。现在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解我也不会赢啊，就解也不会赢，不解提早不会赢，设十位没有用，他跟我天气抵消了。你当人家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他这里可以奶那个北郡双撞，还可以再下一个八费、欸，多爽！这场应该输了，随便。哪个没选错？选抽牌没选错，就解跟不解都不会赢的、啊，但是解会让你走的比较长一点。看手牌，就是看着下一回合卡片的心得，就是解会走比较远一点，只是没有办法翻，呵呵，他已经活两次了，就都不会呢。这里要出个大剑师啊！大剑师救我，受伤的大剑师变成未受伤的大剑师，没选抽牌有啊，我抽牌都选了。我追踪也选了两个明眸刺喉也选了，不然要选啥小？我照明弹都选了、欸，妈的！大剑，哎、欸，干，可以，干，可以接掉两只，不错啊。照明弹都选了，还要嫌嘛？嘴炮！复活那张感觉有点做坏，没有，是因为他回到活到那个好吗？他还有死光辉元素跟一堆小废物，他活了一个最大的那个最大的龙，那我只能说哈哈。阿龙是这个，怎么样？没解、啊。呵呵，我有打五打二啊，看他是放中间啊，放中间就有用了。
哎，怎么会补中间的？你傻逼啊，补外面的只好了。随便，随便。那你，龙火那一波太亏了。哇，你看，你看，随便。送去屠宰场。睡睡，要算不打，好累啊！你也是，可以。龙火那一波，另外的做法是不要做那样，就是下蠕虫跟加，欸，不是下蠕虫跟加血火簪不要动，下一回有火簪，然后赌一张法术起来。嗯，这样我可以，因为主要是因为他解，如果我不加血的话，蠕虫会直接被解掉，所以如果我蠕虫加那个的话，我可以烧他一血，就火下一手是火簪硬币，这样可以烧一血，然后再下八费那只，好像这样打比较好。嗯，疯狂也有点亏啦，疯狂被拿二四撞掉四四，因为我原本预期是，如果他去撞圣盾奶起来，我下一回两个可以对撞把他吃掉。所以我才不打。如果我先打脸，他可以把我圣盾吃掉再奶起来啊，然后我那一下回二四不能动，然后再轮到他就再把二四吃掉再奶起来的。狩猎开始了。哎，这手牌刚刚好像，哼，我们又是这个接这个。还是我应该先撞一下龙呢？如果我先，等一下想一下，换另外一个方式想，如果我先撞一下龙，然后下冰，干也没有用啊。哎，好像可以哦。我先撞一下龙，那他就会撞二四，然后不奶啊，做别的事啊。没有法术池，所以不要干运命。虽然他应该不会意气用事拿武器直接干你头，但是敲你头，但是应该是不要下秘密才对。没有人在这个时候下秘密了。不能再拿蜡烛，恭喜德鲁伊，你不能拿蜡烛。这个字幕完全看不出来讲三桥。三点了，我今天手上起来五个小时了，想想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去凝圣盾，顶一下吗？泡泡魔幻魔，那我想一下，这个好，没有这个好。这越早下越好，所以先追踪吧。干，真可惜。看我骑的北极特快手，五回应该是这个，六回这个，七回这个。还是我应该主动解决。这边。不是哦，干还在那边撞了，不能动，我操！你说要爆他牌哦，也可以啊。对，我打错，好不好？
这样子，我决定了。我决定这样比较快解决问题。对，我打错，好，对不起大家。决定放弃争辩。你好，我是徐小姐，请问是颜无许吗？前来报道。我干干这么屌！爆一张跟下回不能动，我觉得爆一张竞技场里更没有用。你这样不是要嗝了吗？差一耶，竞技场爆一张跟二四不能动，反正我嘲讽了，我动或不动是随便啊，但是干不能动。前来报道。我干干啥、啊？发现野兽，在哪啦？主，前来报道。哦，好爽啊！请问是颜无许吗？对，难免会有意外。不如等一下不能，哎、欸，他那个二应该先撞了，对，算了。可是不能动的嘲讽，不如撞点一下，对方还是得解啊。哦干！哎、欸，他死了吗？等，慢，等一下，我是不是会死在这里呀、啊？对啊，他好好打，他不会死啊，他把两只解掉，五三踢掉一只三三，剩下踢脸。虽然我好像下回还没有用。你不会，你应该不敢踢脸吧？没有人再踢脸的吧？你这样踢脸都爆怎么办？等等，我们先算一下场攻多少。十，所以有龙乃大我死对不对？我们先抽一张嘛，先抽一张，如果是 Coco 就赢啊，如果是呼唤就赢了，加一攻也赢了，马也赢了。哇，你看，你看，有话快说。地方的圣骑士会恨死这张牌。呀呼！是呗，怎么没个五费的亚西罗精兵干掉啊？烧个水。
我的追捕。狩猎开始了。可以，这样不会让人家发现我们很帅。没有齁，如果今天台面没有赢，接下来就要祈祷那个三费出大麻风地精。祈祷那个三费出一张那个三点叫三一死掉喷两滴。大麻风地精。然后啪啊死掉。谢门。看我骑的北极特快手。各位，怎么不会解半套？没有理由了。哎呀，按啥好？我这一串。哦，然后可以重装，重装又不卡。哦，那先这样。我刚是不是打错了？我五回打错了，我应该撞把补起来的，对。哦，对哦，现在盗贼有秘密了，吓歪。就是这个，干嘛？为了十字军，还有泡泡了，就几百。这个真的是很强。哇，他有两把暗影刀，那好吧。
杀人之是不是只能用怪解？你不能用法术点他。拍爬喽，看起来是要走了。很久很久以前，没有东西吧？如果压末日打脸呢？我想想，因为我台面比他弱啊，所以我压末日打脸。有在想办法压，要不要用这个去挡？可是因为这是我的怪了。加秘密不要吧，秘密应该在下一轮再做吧。我还有一颗石头不是吗？没有犹豫的是要不要下这个？这个他可以拿这个炮破秘密三四五六七，他一定会这两个全部去打一轮他。哎，不对啊，不应该下四四啦啊，就几掰。不是，还是可以解啊！他这两个砍这个撞他就好了。妈的！然后他那个后面才撑。干，这样都不提供伤害。没有，不能选这个。这回不能加，要选这个才对。和我的小兄弟打招呼啊！没有，他全灌我两回合，我就死了。啊，没有，他剩一回合。然后我要五回合，所以我要每一张最好，我每一张都很大。哇，这真他妈的大！什么东西抽他？最好是那个啦，小麻风啦，打完就死掉。兄弟会将获得胜利，没死掉，帮我弹了三点伤害，可以，可以。哦，干两次甲，哦，那可能是。应该是提叉子砍吧。没有，天天地一定要按，天天地按理论上速度才够。干，怎么那么刺激？我又剩两回合。
九七百，没东西下、啊。难道我刚不应该干命应该按天际吗？我刚干天际吗？没有吧，我应该下秘密吧。有在想有没有打错？就第一个是那个五五到底要不要下？我是觉得不要，因为那是我的怪啊，我要当让那个当怪打一回合，是吧？没有办法打死敌。哎，这有什么可以打死敌啊？还要解这个，哪那么容易？还可以把一份一张卡可以把法术打，可以把法力打完呢，也是蛮厉害的、啊。就嗯，怎么一直有东西看？没有，我在想末日那一手到底对不对？好像末日那一手打错了，应该不要下。哎，不对，他可以解啊。我在想，如果是你，你会灌脸还是解那一只试试？没有，不要下午试试的原因是因为他如果要解，他也可以，他还是可以解。问题这刚刚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不解？没有不对，是他打错了，好吗？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不要下。对啊，因为他会解啊。为我们那个时候看不懂的是为什么他不解啊？因为我下那个他刚好可以解掉四四，还可以解掉我的那个、欸。对啊，他解丢七七，妈我早下一早就死了。他反而让赢的时间变晚呢、欸。他那个时候死哦对，好像有可能会死。好像对，那他没有解，说明是对的。他想保血量哦，三点半差不多啊。他解得掉末日啊，他解那个会烧末日两点啊，他用龙撞就好了，然后他可以下八七七，下一回我就死了。主要是他解释是要扣六滴血，所以他才还行，打了一个九，打了一个，他怕死掉，他应该是怕死掉。那一手可能要再想一下。再想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或者是比方说只下五四四之类的、啊。如果我五四四不下，只下末日，他就会吸末日嘛，对不对？他理论上就会去解末日嘛，或者是打脸。如果他打脸，如果今天他我只下末日，就变成我要先扣一轮血，因为他那个武功，他那个火炎飞哦，不是火炎飞，火山龙跟那个一血的某个一攻的某个东西会踢到我的脸。然后我就要吃一轮伤害，然后末日再跳起来，然后他会下八七七，他会多一排一，然后轮到我换我再下五四四，盖天神按下五四四按天机，因为我下一手是追踪嘛，就变成我那一手五四四加秘密或者五四四加天机也可以。他解掉末日对我也是好事，我要回合数啊，因为我能稳定的打死他。如果他解末日，我就赢了，对不对？他解末日的话，他要刀加那一只龙嘛，他要龙再加刀，他要火山龙再加刀打解掉，然后顶多提我一血，然后我下一回我可以两只全打他，他有时会扣啦，他那个刀已经没有免疫了，哎，他有投，他有等一下他有回力镖，哎，所以他可能可以一撞回力镖回去。烧，然后解末日，这样也可能也可以。不知道他会怎么解，就只下末日，不知道他会不会丢回力镖。只下末日应该是全撞啦，所以应该只下末日应该是两只解掉。如果下午是跟只下不是。没有，应该是两个。对，我想玩的时候，应该还是那一回下末日底下全部提脸。
他就变成两只要去解末日，然后下八七七，下那个蠕虫王。他下蠕虫王，他下蠕虫王，轮到我是追踪的，轮到我是起追踪，然后我可能可以追踪马，然后把他撞死。啊、哦，那好像只下末日才对，不知道输了，输了就输了，还可以啊，对不对？至少你看被马撞死的场合比较少了，被龙搞死的场合也比较少。上一季真的是马的那个天天在那边被那个马顶的都快崩溃了。有啊，字幕有数字啊，只是他没有听懂而已。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你不能用之后进啥来看有没有打错吧？可是你看当下也是错的、啊，没有你看当回合做的事情也是错的、啊，因为你下午试试加末日，结果就是他可以解末日。你说我只下末日他不解，对不对？如果我只下末日他不解，就变成没有只下末日的情况的二者，就是他解末。我们先讲嘛，就是如果我只下末日，他解了末日跟没有解末日，第一种情况是他解了末日，那我就有机会抽战马加那个二六踢他，这是第一个。不过我觉得是那个疯癫机器人那一手就打错了。第二种情况是他不解，他下蠕虫跟我对看，所以他就变七之一。那我这个时候我再下。我再下正二体，盖秘密或是天机，也比我刚刚一起下好啊，对不对？不是，重要是伤害，他那个时候杀一点点而已。如果我场攻留下来，我场攻五点、欸，我是一只二六跟一只三四野狼啊，所以我下一手可以下一手。用后上帝视角、超马后炮、诸葛宣言之类的看法，是我可以追踪拿到，我可以追踪拿到战马啊。懂意思吗？假设他今天是下蠕虫全部爆掉，那轮到我下正二体可以干掉他全部的那个全部的虫啊，这样子也比较好啊。他不解，就是我下一手追踪拿到战马，我可以骑也是好啊。对对对，总之就是不应该下54，我觉得不应该下比较好。没有下一场啊，干凌晨三点还被捆啊。就没有要想所有的二者啊，就是有可能的情况。但我觉得他打错，就是对，应该是打错。再算那个，你才刚来，你根本就才刚追随，什么刚来？你是人生刚来我的台吧？反正他打错了，就这样。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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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要打一个十二胜，还是可以接受的。该想要吃什么了？哦，干，还要准备哦，还要准备交换的礼物。看来打开我的秘传的礼物箱了。我们就算玩过的桌游吧。主要是如果我吃那一轮火山龙的伤害，不知道活不活得下去，好像也是可以。